妹子说话啊。 RNG 翻盘， RA 冲进季后赛，各解说反应真实，大 B 哥强颜欢笑，儿子嘴脸上闷了，黑子怎么不叫了？怎么说，安吉拉看了小虎的演出感觉来了， Angel 的演出把自己抬出季后赛，道路是肯定凯南是舒服很多的。过来碰到了蓝 buff 打红 buff， 小威红 buff 不好打了呀。我说猴子先反 F6， 想反 F6 之后哇，有路线，顶级思维，我不知道呀 Cube。 喂哟，死了 Cube， 我纯粹的路线，帅！我操！直接闪现 Q， 闪现 A， 没问题。哇，这波真有点猛，这波的路线说实话有点 crazy。玩得好呀，小威这波。小威这个是的，思路转变的挺好的。爆炸！去掉两东西。爆炸！忘不了。嘎拉好像失误了，往前滑了，本来应该是往后滑的这一下。好大呀，嘎拉！难怪给他折力。这样的话 RA 这边想四包二再往下靠，知道下面被越，但我觉得四个人越三个都能越，右边没有什么战斗力，四越三真可以越这个。嘎拉过不来了，嘎拉很难受。不是他们这个四越三守不了，如果只有四级肯定能越。知道了，完了，小明要死了，你要死了，嘎拉要死了，嘎拉要死了，爆炸了呀。 RNG 炸了，RNG没闪的，炸了。这波下路好伤线，没吃到被越了，塔还要掉了，这压力好大。时刻，爸爸又来炸了，这波炸穿了，不用想了。找小威，嘎拉拉了30个刀，小威在死，直接下班。哦，跨宝不交这个闪，知道岩圈跟凯南在附近。嗯，不上头。这波 Angel 也没办法吧， Angel 已经在往下赶了，但小明被开了。但是你要硬说是 Angel 的问题的话，感觉也没道理啊。套用 Otto 老师的一句话，下路被三人越塔，打野不在，我怎么去？可以，你是懂 Otto 的，是吧？又得像那把一样了呀，像那个去年世界赛冒泡赛一样，得呼吸站出来了。是的，得呼吸电波满了。而且不光需要一个呼吸，还需要一个阿乐呀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，懂你意思。你的意思是块宝这把也得那个一下，还得有，不一定是块宝，但是得有一个阿乐那样的兄弟啊，还得。说又来吗？又来这个 combo， 斯莱夫，安吉拉闪现跟，哇、哦，有个秒表，有个秒表啊！坏了，小威要早打，大招在流，啊，闪现啊，新生在啊，我笑了吗？笑得很大声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急吗？怎么这么急呀、啊？小威急晕了，真急晕了，兄弟！太急了，现在已经上头了，现在开的。这波真的急晕了，而且急了呀，布雷泽也急了呀。哇，好急，好急，好热，好热！不懂就问现场那个灯光是什么意思？搞得好像安吉的全员好像都红了一样。情况得需要呼吸站出来跟兄弟们有点反馈啊，就是你们别打。我现在很肥，我这把能 C。中期得靠凯南撑住局面呢。泽利和岩雀两个英雄在没两件套之前都太过了，安吉拉早踩了，安吉拉早。小乐岩这波是懂的呀，给他蹲到了。小乐岩这前期节奏拉满了 ，C 满了，这把 IG 直接 C 住了。爆炸！游戏解说原地爆炸。说实话 ，G 三开了，至少真的。大胆一点都可以说八二开，但是他是 RA， 我少给他一。要下播了，兄弟们。啊？没道理。主播困了，要下播睡觉了。你没有初中呀？他是初中女哦，而且打一刀，乐言吃完这个小龙打一刀是有了。哎，他这把女人还挺合理的，还可以，因为隐却有一码，而且为了大刀。闪开位，二层去。二层。一刀二层。二层狐狸死了。一秒了，帅吗？啊，又要被翻了吗？哎，被晕住。哇、啊！二层惩戒把狐狸的盾破了，是的，把女妖给破了，精彩！哦，怎么是打野的两个人都坏了？哎，放松警惕了，变态！哎，觉得 RNG 不打了，所有人都已经回去了。我贾克斯去下路吃线了，太变态了吧！你怎么能打掉再出现啊？这小威的两个头，哎，帅！黑子求你说话，这不哎哎，
又死了，一直接送平了。你看，我说保守一点，只给了七三。乐爷会出手，乐爷很肥，我看了一下。你说他出手送还是出手 C？ 当然出手 C 的呀。OK， 懂你意思。乐爷没有死。OK， 相信乐爷。OK， 真的吗？周妹可眼缺三台，把自己抬走了。周妹可是三台吗？周妹可是三台吗，兄弟们？他们季后赛是吧？周妹可，蓝风完了。不是，这把除了乐言跟蓝风没闪，差一点点。呀，乐言不送，怎么其他人在送啊？蓝风是你吗？是你啊！四十秒的小龙，这波小龙 RNG 是必须要来打的，因为凯南现在很厉害，凯南也是最强一波要来了。沉淀到21分42秒，你们将会出手。凯南没有闪现，叫小龙小威能不能抢？小威被控到，好像过不来抢龙了，龙被阿 A 拿下来。哎呀，乐言脱节了，乐言要先死了。而且侧面凯南有火浆带吗？没有，但是有大招闪现锁锁阿萨姆没大，阿萨姆要死了。乐言南风太稳定了，两兄弟，南风只进去，乐言为了跟南风一起冲进去送了。呜、帅！黑子说话，黑子早就退出直播间了，还说什么话呀？的话 ，RNG 好像大龙要拿了。OK， 绝对可以打大龙，绝对可以打。黑子不准抽，黑子对黑子抽吧，求求你了，姿态。黑子不抽，直接没钱赚了，直接罚款。黑子中奖要写保证书才能领取1000大米。记住，我来开一拳。记住，看到没有 ？RA 的核心倒了啊！阿萨姆倒了 ，RA 怎么赢？阿萨姆也晕了。都晕了。阿萨姆估计心里想的是：兄弟们，为什么我们把优势、把团都挡成这个样子？真绷不住了。哎，没活到。我来抬没抬到，怎么说？帅夫想动手吗？猴子来了，大拉都有表，我的表看到队友的救，凯南击杀，点的也不错，要一波吗？站出来了呀，呼吸，这把确实是要看呼吸的团战表现的。没什么说的 ，RNG 拿下了，这把拿下也宣布他们 RNG 挺进季后赛。黑子说话，阿萨姆有大招的要小心点。我觉得可以不要管这个侠，阿基要一波了，要一波点塔，点塔只需要点塔，帅！恭喜 RNG。这是我急，不是，我想看 RA 以下克上，你知道吗？主要是 RA 打把优势给你放，你放。如果心里你很难受的话，你可以去洗个脸。我不难受，我不难受，不难受。看倒霉主播一看上电视，两分钟就打完了，白纸问还不让主播抽奖干嘛？黑子刚点的外卖又取消了，现在商家哭惨了，为什么这么多取消订单？我还在赚什么？不是黑子能不能来点声音啊？到底怎么说？黑子们沉淀一下，季后赛再见。虽然说季后赛不知道能走到什么地方，但是还是那句话，进季后赛总比直接放假好。确实中肯，16强总比在家强好啊。如果你对他有任何疑问，微博指路 RNG 下划线 Letter B。季后赛嘛，还有七天，一周的时间，可以多多准备。刚刚的状态得好好调整一下。刚刚真的要调整一下，状态有点差，真的得好好准备季后赛，好好调整一下，调整状态，调整心态。最后恭喜 RNG 掌握命运，挺进季后赛，下场就要到月底了，希望这一星期的调整时间能够见识到全新的 RNG。